家下午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我叫 Daish Alvarez， 我的中文名字是安喜，平安的安，诗歌的诗，下雨的雨。我是多米尼加人，来自圣多明各。我今年22岁了，我也有很多的爱好，芭蕾舞、学习韩语，读书和睡觉。我已经说了2年的韩语了。我觉得环游世界是一件很棒的事，去中国旅行也是我的梦想。我眼前的题目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好，我先开始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中国是两个地理上相距遥远的国家，就文化而言，他们可以被认为是有些不同的。然而，有一些地方将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中国团结在一起，无论是他们被柏林的人爱，他们都会爱他们的文化和起源，并为成为他们是谁和他们所去的地方而感到自豪。这是两个国家，他们的人民缺乏具的成功，是他们能够生存下去。我们对每次游客同样的热爱，热爱我们的国家，热情的人民，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即使再困难的时期也要努力成长。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强调的一些事情，我们分享和师兄牢记这些特质，从而介绍两个国家一个家庭的想法，因为两个这都可以继续共同成长。并认识到我们都拥有母亲给我们的同一领土技术土地，因为最终中国、多米尼加和其他国家在一起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那我读书，生无肥，何求觅的？初秋，未起源，迟早暮。贵从四季，四季九讲。
为想八年尊严，水盆之子忧方，寒地莲花娇小。谢谢大家。